烧包废墟，我怎么有个扫飞毒眼不？啊？我扫毒不？他红哦，红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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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往哪走？往小房走，他刷在小房摸后。哦，好。直接追着人去了，哎呦，能回血吧？回不了，不仅回我不感觉了，我死。这还估计还秒倒。可以救我！这种平移流屠夫应该能回血的呀，没道理啊。我看什么技能啊？底牌一刀，没有封窗，军官场胆子大，不带封窗。他红分不需要封窗，镜像没了。但是如果玩大房有前锋骚扰，他不带封装伤死他。除非他很自信啊，他对自己的刀特别自信，那他可以选择不带。但当然要不自信的话，那肯定是要带着的，想去闪交。现。哎呦！镜像打的，红枫不怕前锋。哎呀，这就非常尴尬了。这就很尴尬。他往四合院挂吗？没有。沙包那边。那我能去摸你。磁铁过来了，磁铁过来摸了。那我先修他。你有鸟吧？有。等会儿给我吧。给你是吧？对，给我。要看吗？暂时不用，不用看，不用看，不用看，无伤就了。好。二级技能呐，很难搞。早知道保他了，保他就好。没事，我看能不能撞嘛，能撞就撞了。他二级技能很难锤，你小心点啊！他骚扰了，哎呀，我日你哥！这枪是起不来。哎，白给了。应该飞不过来，应该飞不过来，飞不过来。我摸一下。哎，飞不过来，把它摸，把它摸，两个人摸，看能不能把它摸起来。队友板子，队友板子，快点！哎呀，调音师这个太难摸了吧？可以。他如果不对他的话，闪现给我了。你准备盖这个板子，狗他一下。他不一定会走这儿。没，另外一边。小板。哎呦！走吧，走吧。哦，吸一会儿鸟。这台机很多了的，这台机。我等会儿把它带走，把它往小木屋那边带。调香师在大房修，那只差这一台。对，磁铁已经贴了。带着。带走了，就怕他刷车的。他要守这台机，他又没底牌，他怎么守？
哎呀，他怎么是？哦，对对，他是在大房修的，搬过去了。那先把四合院修了。那他怎么救呢？要摸一下吧？对，不摸我吗？在四合院。啊，挂四合院了，挂四合院了，挂四合院来了。应该挂不了了，他挂不了了。来，补一下状态，我们两个补一下。他难挂。还能挂？他这还能挂上了？别摸了，别摸了，信箱弄过来了。救不到啊！救不到了，感觉。摸好，摸好，直接摸好！不要！摸不好，摸不好，摸不好！卖，把它卖，把它卖！哎呦，他其实想救。那我去修大房。这机子我补吧。我在大房死了呢，不应该呀、啊。行，我机子补不了。你先过去看能不能救人，我去。人是能救下来。确定？确定，确定。确定个锤子，他妈传送了。他挂我。我没法啊！那电波丢的，点点，能不能点？可以，能是能。啊，漏了这么多话，还有机会打。有闪现，有闪现。TP。哦，换过来。我觉得吧，开门的话会死，别开。我绕一下大房，我绕过去。你绕过去，那我也得绕。对，你也得绕。我也得绕。他有镜子。但是他有镜子可以折射，折射的话还是能找到人。看他会不会完了。我这有心跳了。到我脸上了。你着急绕到哪吗？不知道，没见过。我，尼玛，这儿怎么有镜子？那就得把你卖了呀，那我留了呀。卖，你留，你留。这红夫人不能修机子啊，别去骚扰我。哎呦，那调香不行，那调香。蜘蛛在大房，然后往大房里走。哎，不对，往起点这方向走。妈，我看见了，看见调香师，那抓。那调香师，那我走了。怀表调香。没血了，我看他一眼。看他一下，看他一下。他可能要吃一刀上车，可以上车了。这拉球是什么意思？帮他关灯呀、啊！拉球干啥？让他节奏断掉。那这边三台交给我了。对。他往终点帐篷到帐篷了，往终点那个方向走。你跟他拉吧，起点没人，现在是起点机子都没人修，起点现在是空着的。我在起点。那行，那你起点电机全是你，还在抓条章。这半场电机交给我了，大房里也有电机，这边有四台。
我不修了，我直接去骚扰了。你那半场要修出来一台，都是在说出来可能不行，我翻车了，我在这边滑来滑去，我翻车了。强上这活命，但是你们那半场一定要修出来一台机。就刚才是你亮的吗？对啊。你别往那走了，那边已经有人修了。然后谁贴了你来寻找木马吧，我把他带到起点去，把他带鬼屋，可以带鬼屋，鬼屋后都行，但不要带起点，起点有人在修。带鬼屋了，带鬼屋，带鬼屋，带鬼屋的话，那我要去那边的桥。这不，你球还有多少？三分之一。够，强师应该黑妹救，黑妹救，这波是黑妹救的。哎，我修起点就好了，修起点这半场就给强师了。但他修好电机了，还行，这边两边也能再修。你差多少？强师能先亮，那就差你的那一台，你发个信号。对，我修起点就好了，我早知道不往这边跑了，我修起点就好了。可能不信，他们要把我卖了。哈哈哈，还要把我卖了？不行，不敢修了，还是修吧，要修。给你汇报一下情况，他在追黑妹，强势往你那边贴，他中了。他要吐死我！哎，没有，吐死我不现实。起点在修。你这个板子不把自己玩死了吗？尽量往这边拖吧，但他要过板吐，我也是没得救啊。起点快压好，调整师救你，然后当硬仗。这板子应该能平局。平肯定是能平的，他把我卖了，肯定能平的。快压好了。别了，哎，对，拿回去。他吐死你！我新娘。该我追你了吧？啊，该我追你了吧？你七只鸟，说不定还能走。怕拖时间，拖传送。哎呀，我死！他在等你上车。哎呀，你俩呢？这个三号站我不是关掉了吗？为什么三号站还在？他直接传了。他传了不就白给了吗？他传了，传了，那他没了呀？对，他过不来了呀，这不白给行为吗？我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不能开门，这边不能开门，这边要坐车，直接坐到起点。车在三号站，是能直接坐到起点的，但是你们可能你二站不是开了吗？对啊，能坐到起点啊，快坐车，那赶得到吗？
走喽！这他妈都能赢？你是不是还有鸟啊？对啊，刚才他一个吐，我鸟没放出来。那这怎么输吗？哎，你要保他嘞！哎，我变成了一个无情的糖狗。二号机，我在大房里。我的图应该在四号机那边。捡吸血的办卡。反正不是约瑟夫。红夫人，红夫人，我这把不修了。过板刀啊，头铁的那种。我就跟着了吧，我不修。你不是在搞艺术了吗？这不是。他次元刀，我是。能跳不？能不能跳？能不能跳？能跳，能跳，能跳，能跳。嗯，行。这打真是好奇怪啊！传了，你枪不要交，不要交，倒了的不要交。我不交，我不交。头铁，我比你还头铁，来嘛。他喜欢过板刀，就头铁啊！我比他还头铁呢。这不我帮你。闪现了，闪现了，闪现交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这强子在干嘛？搞艺术。镜子快没了。他到我脸上。镜子快没了的。我也知道快没了。我摸很多了，确定吗？哎，对，闪现交过了，闪现交过了。别完了，哎，没约啊，那我能起，我能起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虽然我也搞了一波艺术。他二级镜子啊，你溜不动的。溜不动也要溜啊。打我的，哎呦，他打我那个镜。狗他一下。哦吼。哦吼。我不是那种下来的。好，格里科，你治愈，治愈。球了，够了，时间上是够了。再一只要能量，他就拉闸了。能量，能量，能量。我也搞艺术了，这把。咱俩轮流搞一次。走走走走走，都不会倒。他的愤怒点满了啊，你再顶一阵子吧。哎呦，又闪现了，我的这里车。幻想中了。我就倒墓地了。他们两个人在修。哪一台？哪一台？说一下，哪一台？他们在修二号机。行。
哪小人书啊，我也是。限制你多远？先知从大房窗口往外跳着呢。我看见他了，很有点远。有点远。他能，你要从左边偷一偷。哎，他来得及，来得及。来是来得及，你有铁屁股。哎呀，最近小人书出的几率是真的高，老小人书。应该要好了，我这边在贴门了，红毯。Nice， 能点吗？盖住了应该点了，可以点，盖了一把可以点。哪边金箱？小门。他拿金箱来杀我的。嗯，行，那这把连三跑了。把你卖了啊，走了。卖了。我杀小木屋了。在医院门口。没有，他在雕像，然后直接钻大房了。行，我修三连。杰克，哎，别急，转头了，又进大房了。进大房。大房是后面。大房里。后面还好吧？救我！养好了。暂时不用。插眼杰克，底牌一刀，看眼眶，看我 ，OK。我在小木屋啊。好，我在废墟。哎呀，当前不可使用该道具了，按了一下 Q， 是啊，心情很难受，按慢了，一直慢玩死不了，哎，我能亮，能亮是吧？那我转飞去了，你来，你可以转，行，好像不追了。那你来飞去，我摸你。搞了几波艺术，感觉玩啥都是艺术，我的天！哎哎，他来了。我不，先把这块板先下了。我走板子，你走窗户。没来追我呢。我去修机去了。还给乌刃呢。前面在跟，我知道，我在转大房。别真了。前方在附近，我要铁屁股。应该去补前锋的机子去。对，但是你机子你小心被守啊，他要演呢。他哎没放眼啊。打了一刀乌刃。乌刃，我摸一半。这也敢装吗？胆子大呗。应该撞酒的，他这波撞酒，我直接转。哎呀，是真敢撞啊！
换金山了，你扯！啊，不着急，黑妹在修三连，是我，是新机。他换金身基本上是炸掉了。他要拎他打汽油刀了。我不过去了，报呗，我不过去了。丢了。快！给力！上二楼抓人。不是我按了一下 Q， 我香水又没放出来。我把你挂哪儿了？大门。从大门怎么从大门走啊？走不了啊我。走不了算了呗，没事，前锋这波搞事情想偷，偷到了就赢了，可以偷到了，四跑了。莫名其妙就四跑了。等会儿再说，我还在看门。他金身，你怕啥？他这么跟他赶得过去吗？莫名其妙，我在狗屋门口。我在帐篷里，他约着，哎，红分，他在那个被救的木马，然后到桥了，现在。我先不修机，我绕一绕。再往前，往鬼屋那边走了。看一下招谁啊，魔术师。难顶啊，这么快就吃刀了。哦吼！哦吼！有点快啊。那不是一般的快。秒都没好。死了。来给了，卖了吧。再见。卖了。我拉球了，拉失误了。啊？啊？镜像逼走位了。你看一下魔术师吧，怕闪现。我感觉看早了，我就觉得这把应该玩那个佣兵。我跟你说，这个鸟不给他，他震慑了，你知道吗？放分身震慑了。我不敢装啊，二级技能撞个锤子，技能都没教，主要是。对啊，什么都不知道，未知。那你不撞吧，他二级技能又溜不动，那也得撞啊。这还通缉的是我呢。哦吼，鸟还交了，我鸟还交了。我没事。那要是不交的话，这波能保你。不了了，这个魔术师闭麦走了，我帮他撞撞不了。走，撤。撤了。这二楼我看一下吧。这个屠夫在二楼的话，他可不好砍的，那镜子可不好砍，有高低差的。金身。口是心非的男人，不说卖了吗？那，哎，还不得救我？卖也不是，不卖也不是，还差一整台。没，鬼屋这边是快修好的。哦，那还行，那也差一整台啊。对，差一整台，对。是差一整台。我先把这机子补了吧。
把鬼屋补了，然后我修全马的，我这边剑姬就修完了。好像是溜这个玩意儿，应该溜的。过括号了，炸一下。啊，没错。其实他这波应该挂我的，我去救一下吧，再搞一波艺术。你来修我这台啊，我在一半了。带木马，我去救。没事，我还死不了。哎，他换，他换技能了，他换了，换掉了。对，他换了，换了，换了。但先做好啊，你不能倒，你倒的话就没了。没倒，没倒。我跟你交替。你球多的话可以赚就。没有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有了吧？嗯，那你来交替一下，我那台机还需要摸一小会儿，还需要摸一下那台机，摸一下。我是没治愈的啊。我知道你没治愈，把那台机摸一下啊，还差一点。那好了。救起来不？我再往那边靠。哎呦，我是救起来不？我倒了，你开也是可以的。那就我跟他博弈一下。啊，开！啊？什么情况？你能过来吗？过不去。他是过半了吗？过半，过了。去起点，去起点，去起点，去起点。没有。啊？他来起点了。他怎么？哎，他怎么暴毙了呀？这条是？不知道。他是真敢传呐！我日，那我也暴毙了。他镜子没了呀，乔恩斯一个加速怎么死的呀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啊。门，老门，小木有救，直接进去修了。他说快走了，躲一下吧。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不是约瑟夫，我躲个锤子。哦，红夫人，红夫人。记得我第一眼看那个先知发了一句快走，我以为约瑟夫吓得我跳地下室里面去。给你个恐怖的消息。什么情况？调音师没修机。对啊，调音师没修啊，他刚才想抢我机走，没给他上。怎么说？卡满吧。哎，别两个救人位哈。两个救人位你卡满了，不艺术啊！我救吧，我救。救吧，就我这边电机能修好。我把你当前锋了。毕竟今天周五，毕竟他是昨天才出的，很多人都不懂。算了吧。这个单元也不求他们溜很久了，肯定溜不动了，还差眼呢。我机子的小木屋，你有空去修一下。我已经去了，再找一台。
你修一号机吧，哎不行，四号就不行，我修四号，四号就行。二级技能呢？地窖在四号机。他通缉我，你救我。这把如果是正常修机节奏的话，肯定能赢。可惜不是。你能赶到吗？能。晋升了，完了。哎呦！哦吼！我怎么感觉这红夫人卡了一下呢？他刚才进现在小木屋，然后我跳窗往外侧拉好远，结果我吃刀了。不知道呗。我见离我很远啊，没有不可能吃得到的。我觉得先知这种角色还是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吧。我感觉他们玩的话，他们不喜欢狗，喜欢就喜欢锻炼，对，喜欢修机子。他不修怕拖节奏了，他只能修，你修吧，你被追了就容易死。就握在我们自己手里，然后还能看去看一下什么图。你能走不？不知道。走不掉。我好绝望啊！哎呀，被他打了一波针对。狗地窖不行了哈，那打啥？一个锤子，再捞一波！哈哈哈哈哈！他是骂人，同样的剧情。这波两个人应该能出去一个了吧？按道理。干嘛？他是一点都不灵性，还跪下了，还跪下了，开始 PY 起来了，投了呀！摸个你个蛇皮！这红分的刀也还行啊，你排位打红分了吗？打了呀。一个小时就赢一把，他红夫人顶多在这个段位打打，那这高阶人魂根本打不过呀！我日，我也是这么觉得的，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。小木屋，我在双十一。底角级，红夫人，哎呀，娃娃死了。
杀那个杀鸡试试。我知道。真是，来震慑一个，哎，反正他俩搞事情，咱俩休息就完事儿了。没有，他把小木屋这边带了。哦，死地啊，这是了。前方能不能到？哇，你看这球拉的，哎呀，撞墙了。哎呀，我日。哦吼，不事儿喽。难整呢。闪现是交了。怎么没带怀表啊？看他发挥了，发挥不出来就出事儿了。他发挥一个锤子 VIP 怎么发挥？搞不好双人座椅，相视一笑。下步只有我救了呀！看我就说嘛，打锤子吧。球交了，那救不到人了。他肯定救不了人。他球估计都用了好多，他那一波长球，就是挺秀，但是撞障碍物上了。哦吼，搞艺术了，人没来了，这个人儿子摸前锋，前锋能起，把他扛一下吧，扛到死就好了，扛一下，闪现都交了，他还能溜。不好说哦。难整啊，何止不好说。作为一个修机主力，哦吼。好，前锋这次发挥。撞四台，哦吼，前锋人呢？他拿了那球啊，撞个锤子，你苟一下吧，苟一下，要走了，往哪放镜子？往大门，弹过来了，但是这波他闪现可能好了，看他怎么说。现在在中场，然后往站着不动，然后往上一来，别急，走了，可能要去小木屋了，换镜子了，小心。回刀回不走，要没有，他又来锤我来了，我准备往船上跑。这哪修得动啊，结实一死。这个皮告诉我他闪现好了。啊，这什么啊，对，他打我的镜像了，我知道。我感觉要把你卖了。我忘了，我那边也有个我自己的镜像。是不是差好几台呀、啊？我忘了，那边还有个景象。
咋啦？娃娃。哦，对，海边是有个娃娃。我忘了，我说我那个距离不对呀，怎么我就知道了呢？我弹的真秀。没事儿，没卡半，卡半可以了。没有，我的，我去小屋了。这个距离可能跳不进去。哎，跳得进去，还行。大门要补啊，大门，你中场。中场亮了吧？咋没亮吧？哎呦，我是回去擦窗户，机子差好多啊，怎么敲不到完？大门啊，大门补了没啊？不知道啊。大门没补，我大门修五分四，修很多。完了。我想躲一下镜像呢，你都走。好，搞啊，阿里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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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这把我觉得负主要刑事责任的应该是爆爆鸡。我也觉得。松了。他怎么拿个五剑三的号？不知道啊。不管就接锅呗。我怎么在人矿这边？我要上大船了。他在双十一。我上大船了。你上大船。他往中场走了。他不会直线朝我这来了吧？把大门走了，那直线上船了，准备上，有可能上船了，真直线上船了。对，就是耿直接二支，然后上甲板，准备往二楼走，上甲板。哎，没有，在一楼。溜了，我都溜了。A 楼船队。一个半翻，再见。然后在二楼最前锋。好，现在。下甲板，准备往小木屋走，准备往海边走，我准备溜了，拉距离，拉马拉松。我也跑了，我跑双十一休去。那我把他带小木吧，其实我是准备去。压根就不敢敲章。哦呦，这只鸟交的交废了呀。那我溜了呀，他走了，我要死。你不在双十一吗？对啊，溜了呀。他往海边溜了呀。你怎么不说清楚呢？我都已经跑，我双十一都跑远了都。你妈溜了，他溜去哪了？你说清楚哎。哈，我的哥。人都跑双十一，你十里八远的都。下次我给你报准确一点。哦，这个人死了。还行。
哎呀，没事儿，一个盲驴，很快的。那是30%。他找不到你的，就把队友白给啊！二级技能，你说你又救不了你难救，他还没撞起来，又难整，还 VIP 了。卖了吧，卖了吧。隐身，哦，我搞艺术了这个。VIP 双连坐，两人笑嘻嘻。VIP 双连坐，哦，这波要捞人了，又不捞人不行的。我说他怎么对我一点欲望都没有，结果是个金身，他闪现的话早就吹了。这地下室二阶段怎么救啊？拿头救，这拿头救啊！他还打了个落地刀，打了个落地刀，真好！哎呀 ，VIP 三连坐，笑嘻嘻。哎呦，不行啊，他喵的！搞吗？你快来，艾丽，快来，快，我们打麻将呢。三缺一，打毛线走了。三缺一，快快！你给我快点飞，我日，点着铁屁股吧你！不告诉你。很快了，我跟你说，我很快了，很快了，很快了。你快点！啊，快了，我顶不住。我第一次觉得，我是那么的想死，让我死吧。好，我飞了。哎，我你飞了，我死了。点亮。对，队友不稳嘛，队友不行嘛，怎么抓一个死一个，金身怎么就倒了呢？那怎么知道呢？你的调香师一个金身都溜不动。爱护鬼，完了，爱护鬼凉了，我跟你说，这还玩爱护鬼，他妈白给，本来就难抓人，还玩爱护鬼。好了，这个人感觉送了，感觉这个人要送了。哎，真的假的？你看，哦，你看你猪没了。卖了吧。这不是一般有问题的。这下面去，你要打个爱哭鬼都能直接倒的，我真的服了。这怕不是哪来的演员呢？你说他一个野猪，他有心跳直接骑猪呗，不就行了吗？跑就完了呀，为什么会吃到呢？不知道啊，别人的操作看都看不懂啊。我准备去救一波。哎，叫个锤子，别救我，你就白给修，别救。好，是，好，谢。他本来就一级火，你给他二级火更难打。不要去救人了。这家伙，这个咒术也不发信号。修个地窖吧，玩的那是真的累。你说他机制要是像杀鸡那样多好啊，他非要靠人头来算。他靠人头，所以说才就有比赛了呀。单人，我单人也能打。
吼。来桥上拦我，是不你把二号机修了，能修出来个地道。我肯定知道啊。打他，哎，三层猴可以。快跑！好，要死了。你要不别起来了吧，你就地上躺死算了。我还是有梦想的，说实话。要不咱俩修个三台，我觉得可。哎呀，修个锤子怎么可能修得完？啊！救起来了，这个人修起来了。那修呗，修呗，修呗，我们两个修，他六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我说加屎了你！我开枪都被震慑了，真好。艺术起来了，其实这把能赢的，我跟你说，的，那就争取一下喽。但前提是野人不死，野人不死就能赢。两台的就，不就你呢？救啊救啊！现在还救个锤子，赶到我人都飞了。修吧修吧，卖了。成功的把阿里给卖掉。我一会儿找个地窖去。觉得我还是存在一丝丝的梦想。爆了！哎，爆了，爆了，爆了！这地窖还刷脸上了，阿里。哎呀，这里，妈天，上天都不让你掉分。哎呀，喊一下。哎，许江，我在三连，来十项。嗯，哎呦，红蝶在小木屋，我直接修了，别修，别修。什么吧？刀是肯定不会给你的，还没怎么一点信号都没有呀！我的天，我的妈耶！可能没看见。他如果倒了第一手我本体没修。好的，他已经倒了。哎呀，刚修完。
还行，三台机。你去修吧，我修。我娃娃在一板一窗呢。好的。打椅子了 ，nice。我看能溜一会儿。利用儿子修。还是想杀，还是想杀黑妹。你在哪儿搞的涂鸦？挺好看的。你救人去了，你还在这修机子？去了，弹簧来得及。这波扛到死，卡到死也扛到死。飞喽！哇，铁大门！这什么嘛？这三张猴是什么嘛？别这样搞三张猴啊！抢一千分，稳赚不亏。可以。拿倒，等他倒，拿倒。哎，我知道这个电机亮的有点慢啊。两边门都在开啊，他又瞄到了，我感觉开不好。我先撤了，撤不撤？我们就离他远点，离他远点，反正离他远点就对了，离他远点。恐怖。好，可以走，可以走，走走走。哎，他踢那个。这是闯我娃娃了。快走。我下废墟了，我在医院门口。在医院门口？对，二楼电机直接去。哦吼，红蝶撞脸了。哦吼。你刷大门，它要么就是雕像，要么就是大房顶。是我娃娃放出来的。我把他带走吧。跟他撞了个脸，很尴尬。刷门刷大门就是撞脸位。nice。加油！倒啦！我知啦。哪台？雕像吗？雕像。妈！我补你电机。他是不是在鞭尸啊？对啊。赵大九，他他妈有病啊！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，我来了！你别倒了咯，你来了！别跑！
吓死个人了。去你大爷！哎，地道在那个雕像那儿啊，地道。嗯。我给你抱一下。你大爷的！哟呵！我还能盖，你信不信？今天把那个红的头给你砸烂！我不信，再盖一个。你看啊，再盖一个你试试。你大爷的！信不信我还能干？我不信。你看好啊！他起飞了，什么意思？又起飞了。发现咱俩今天的，咱俩的小测就特别猛。发现你猛个锤子，我怎么不猛了吗？我第一把怎么不猛了吗？很猛的。他修好了，他修好了。我知道。能量啊，量吗？这才叫能量。惨了吗？他已经把，他已经把，没有没有，没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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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在开大门。那行，我往大门那边踢。来大门就行。啊，踢劈。踢了。别踢啊。他好像没追勘探了，我大门开了。走呗。踢小门了，踢小门了，踢小门了，你放个锤子，你放。你应该想狗地叫走吧？这狗个锤子皮死了！先知辅助我了，溜得动吗？怎么这怎么就溜不动了吧？以前半仙子不也照样溜吗？真的是，溜溜起来！杰克，杰克，溜个锤子，溜个鸡腿胯子，秀才。开局就追到我了呗！哎呦，香水还没放出来，真好。啊，不该回啊，去跳窗啊，这是打不到的。不不不不不，他这样跳窗一样打不到。哎，刚才跳窗真打不到，你确定？慌，你知道吗？没鸟慌，日你哥！他也，家伙还有隐身了，就有点尬尬，感觉。你撑个十几刀，你撑个十几刀，你只要不倒，说不定有机会。用先知都比，哎、用先知都比那个调香师要好，打几个要白给你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哎，我还帮他扛了一刀，啊。即使你帮我扛了一刀，我还是溜不动。秀塔就完了。嗯，那是。就离子秀，他想把我盖板。
他卡死我，这时候不能打倒 A， 还专心致志。我，你还有多久？叫我还有多久？我要死了吗？不要！你电击，我说的是电击。电击人皇有个复制的，然后三号机有个复制。你三台都在修。好远啊！你修吧，修吧，修吧。没事。哎，不对啊！哎，我要是打个专心脱翼，他没去救人，那不就凉凉了吗？有道理啊。反正这磁铁过来了，救不救得到不知道，反正我没铁屁股。他不敢救，怕战士。这把能赢的，我去救人就好了。这把能赢的，哎呦，我应该去救的。平局就够不了。哎，我怎么观战不了？要好了，要好了，要好了。电击是够的，犹豫了，因为那边亮机了。红毯开，红毯站开。我觉得你最好防一种传送，直接去玩。我不。你非要贪那五百分，我就要贪那。等会儿死的该，啊，这不可能死。哎，去帮魔术扛刀，他往小门跑了，到小木屋。他是差眼，他肯定会 TP 烂人。我要是能帮他扛到一波手刀，还有机会。嗯。那应该没了，平了，这把就没钱。不犹豫的话，这把赢了，帮你扛刀赢了。你看，别说这把，班黄一般对嘞，这个人就是玩黄一的，真。